我既属于梦境，也属于无月的长夜。雅丹旷野一定会撑过这场干旱，我发誓。循环不能中断，我的漫长沉睡结束了。愿黑夜笼罩你，凡人。啊，冤狐行者，我一直在等你。你好，旅行者。开张营业了。我的专长是追查，不是查资料。我们来看看有没有猎物的情报。关门歇业。就连我也没发觉这个。快打断！我现在没有目标。又是陷阱！快打断！我需要目标。快打断！我现在没有目标。书上沾了一些蜘蛛网。就连我也没发觉这个。书的封面还有爪子的刮痕。发觉这个，果然又是陷阱，别松懈。啊，而且这个猎物似乎偏好强酸与剧毒。显然，我们在追的是个猪眼家族的间谍。的确是，你最好老实说你在追查什么。小声一点。有个来自我的世界的黑夜战士泰兰达陷入了危机，我们需要过去的黑夜战士加入拯救他的仪式，帮他逃过悲惨的死亡，对吧？既然我们是盟友，我愿意帮你，可是我得先完成自己手上的任务。有情报给猪眼吗？仔细观察。我得先回瑞文崔斯了。冤狐行者和卡利克女士，祝你们狩猎愉快。到统御者之座和我会合。轻易惹我，我不混卡利克，解决记忆家族依然效忠科尔苏加德的巫妖，然后你就可以去帮那位黑夜战士。我就先告退了，女爵。我遵循女爵的意志，安静无声是最坚固的护甲，跟随爱，女爵。你以前就知道这位泰兰达远峰？我知道要杀他可不容易，专心执行你的任务，卡利克。
遵命。什么？樊侯大人，你想要形成这种背叛行为？法心集是我召唤他们来的，去死吧！猿猴行者，我们到亚登旷野会合，别耽搁太久。到现在我们还在处理科尔苏加德的阴谋，他到底安排了多少诡计？很高兴见到你。哦，这下好玩了。我们的外观要融入环境，所以你和我需要一点伪装。我们四处问问有没有人看到胡恩，他在这里应该像大树一样显眼才对。小心那些眼光锐利的，他们会马上看穿伪装。你还真是个特别的家伙。小心，那个就是可以看穿你们伪装的。就是这样，不要起疑，不要起疑，不要。不行不行，我们不会那样。那个家伙说不定知道什么。最好是重要的事情，有什么事别再来烦我。没有，我们一看到闯入者就会宰掉。没错，就是这样，当然要狠狠宰掉。继续加油。看来我们得把话说得更清楚一点。有什么事吗？就这样吗？
元魔伙伴，方便请教你一个问题吗？不方便。快点结束吧。我们真的要帮助他逃脱吗？当然没有，只是这样会很好玩。泥猿人，你们在做什么？石柱宗将要我们把这些收好，大家都不想惹他生气，对吧？好吧，动作快点。好了，我们去告诉那个好心的守卫，收集这些东西不多容易。然后他们会告诉我们去哪里找同伴。哦，翅膀小姐，你想的跟金牙齿一样。最好是重要的事情，给我走开。之前墙上那边出了点事，但石柱宗将的荣誉守卫解决了。谢喽，谢谢你。有什么事？我要崩溃了，看来他去那边被大翅膀的抓走了。瑞文崔斯，是你该来的地方吗？你是来找工作的，还是来打架？没用的蠢货，你很快就会后悔背叛我的。我们要担心他吗？他连个小玩笑都不能开，又不是我的错。好啦，我们要去哪里？上面，然后里面，就是要被处理的家伙去的地方。
你们迟到了，我们有灵魄要抽取，然后石柱宗将在忙，快点工作，手脚利落一点。好，我们走。有工作可以给我吗？注意天空，到底要怎么弄才对啊？看着，尖牙齿的会叫他们反省为什么被丢来瑞文崔斯。告诉我你做过的坏事，不然就要你好看。休想！不是这样，这个地方要愤怒，要生气。没错。粗鲁的母象，贪婪害死林地的索斯特，乱咬一头的寡母，是他们的愤怒，不是你的。哦，那样就合理多了。快打断！没错，再试一次吧。不好意思，你刚才就来说说你母亲的事情。她是我的一切，可是她在我的面前被杀死了。哇哦，成功了！继续，继续。是失去母亲害你变得如此愤怒的吗？我活得很痛，没有人可以依靠。我现在没有目标，就是这样。所以失去他，害你过着愤怒与杀戮的一生。大概吧，我只是。是不是也害死了不少别人的母亲啊？我，对，我承认。嗯，我觉得我们有突破了，这次谈话很不错。这么快就好了，真厉害。最好是重要的事情。给我走开！入侵者，你问这个干嘛？我们是来善后的，拷问入侵者会弄得很难收拾。那你要忙的工作可多了，我从来没看过石柱宗将那么生气。你需要帮忙对吧？糟糕，我们得加快动作。哎呦，看看是谁来了。翅膀小姐，你好会用这个哟。哎呀，这种剧本真是太老套了。哎，那个畏畏缩缩的，一定见过了石柱宗将。快点结束吧。好了没啊？他威胁要把那个家伙丢进猿猴，还好不是丢我。猿猴？那我们要加快脚步才能救出那家伙，快走吧。哦，应该快到了，都走到尽头了。你看，国王在那里。几
星君领主，你的主人在找什么？回答我。拜托住手，这是个天大的误会。哦，又有更多混账来了，我要亲自杀光你们。不能攻击他。亚登旷野，你们来瑞文崔斯做什么？我说愿意帮忙。我们在寻找穿越帷幕而来的黑夜战士。把话说清楚。始祖宗将，非常感谢你。泰兰达急需帮助。我既属于梦境，也属于无月的长夜。这份来自暗夜之庭的礼物，不用这么麻烦了。抱歉，来，你想清楚再开口。这还可以，我们办正事吧。请，往这边走。我绝不宽恕十元魔子弟之间互相征伐，趁还走得了的时候快点离开，千万别轻忽这里的一切。我们被派来这里都是有原因的。石元魔是我的孩子，凡事三思而行。小心！我的漫长沉睡结束，准备已经完成了。塞尔纳斯，时候到了，循环不能中断，我们开始吧。我在很多新雕塑的罪孽石上看过你的名字。小心行事，以免我既属于梦境，也属于you
我记得这股力量，它就像一把双面刃。我很少见到如此愤怒的凡人。喂，我们是打了把死亡的那两个人呢？山地斯，你要看紧他。尊师，求求你，快点冷静下来。泰兰达，不要向愤怒屈服。阿莎，泰兰达，他好像听不进去啊。黑夜战士的愤怒会消灭我们，处理他。冤后行者，快来帮我。会在我的森林里，告诉我。你还敢来这里呀、啊、妹妹，我们求助的时候你完全不闻不问。我有听见，也懂你的痛。在那场灾难之中，我忍痛送出无数灵魂去帮助你。哦，泰达希尔，可是牺牲的灵魂都被冤豪吞噬了。我葬送了自己最心爱的孩子。我们俩还有机会指引那些灵魂迈向春天，就从他开始。泰兰达呼唤了我，他必须决定要复仇还是重生。
们的神圣使命仍未改变。母亲，是你吗？对，是我。刚刚的事情，我简直不敢相信。我其实一直都在，但又不是我自己，就跟你一样是旁观者。他的声音如此美丽，又如此哀伤，然后泪水，是我的，也是他的。凛冬女王说，我们同胞的灵魂有个使命，那是什么意思？孩子，伊鲁恩没有告诉我，还没有。我的漫长沉睡结束了，亚当。干旱与溃败，让亚登旷野蒙受苦难。但我们合力击退了黑暗，拯救了家园。在大家的努力之下，希望终于重返我们的领地。我们的心也一样。今天，森林之心恢复完整，循环恢复了，死亡与生命再度回归和谐。这个全新的福音，象征着我们誓盟的未来。凡人，感谢你付出的一切。我衷心地向你致上谢意。我既属于梦境，也属于无月的长夜。愿黑夜笼罩你，凡人。说吧，凡人。凛冬女王与她在生命界域的妹妹彼此相惜，她们共同代表着生死循环的平衡之力。历经了沉痛哀伤与相互谅解，暗夜妖精的符印重生了，或许她们姐妹的亲情也能重生。